把他拉开，拉得紧紧，孩子没办法，马上就要扔下来，不扔下来，是那边也接一个，是不是？就扔下来，扔下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都是黑烟，全是黑烟，根本就看不见。我自己进去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呼吸很困难，我还拿着湿毛巾在捂着嘴，呼吸非常困难。我抱两孩子冲出来就一直咳，一直咳。第一时间要先。我来一下，来。 这个两两，没有，反正点不给两两。我买的。